开心今天来到铁玫瑰，然后我今天超级兴奋，因为这是我们这个团体第一次表演，对，所以今天这一刻我们一定会永远记在心中，太扯了。然后我想先说我是 Sorry Bro 到抱歉兄弟的慈修，然后今天我不是以我自己来参加这个演出，我们是 Sorry Bro， 就是好，然后今天我们有很多很多团员，等一下会一一介绍给大家听。然后今天我会唱我们团员自己的歌，所以我们等一下会轮流上来跟大家介绍，就是今天接下来要演出的歌是哪一首，还有这是谁。然后接下来的下一首，我们就要欢迎我们的 Everydays 老师。大家好，我是 Sorry Bro 的 Everydays。好，今天要唱的歌呢叫做 Tangerine Dream。那这首歌在讲什么？它其实是一个真实发生的故事，它就发生在某一年的夏天，我去了一个非常好玩的那个音乐季，然后在那个音乐季，我刚下车往对街看的时候，看到一个非常可爱的女生，她染了一个橘头发，然后剪短短的，看起来就像一个 tangerine 一样。然后我就是一直跟她擦身而过，然后绞尽脑汁想要跟她搭话，但是就是最后见到面的时候，我却什么话都没有说，然后这个故事就这样结束了。对，就它是充满一个爱意跟悔恨的一首歌，希望大家会喜欢。对，然后我刚忘记讲，我刚刚唱那首歌叫《我还在你的梦里》嘛，然后刚刚的编曲是完全只为了铁玫瑰我们特地编，所以之后都不会再听到，所以你上 Spotify 什么听都是普通版而已啊。对，那我们就。Tangerine Dream! While my body's frozen like a stick. So cynical.
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。